把手给我。好羡慕这公池里的鱼儿，能得到如此佳人的投喂，下辈子我也去当鱼算。你要是鱼啊，怕也是只吃人的鱼哦。那我专门吃你好不好？讨厌，你再乱说我就生气了。看来九弟有了灵儿之后，这个性还真是收敛了很多呀。还不是他总爱与我闹脾气。我哪有，你就会冤枉我。哎，太子殿下怎么一人在这儿？时间不早了，随我入座吧。